天赋。看样子中国武术界影视界又要添一位功夫巨星了。在羡慕人家一家子幸福美满的同时，有的网友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甄子丹的肚子上了。甄子丹一直被大家贴着肌肉男的标签，尤其是他裸露上身时，紧绷的肌肉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是很强的，从图片中就能感受到肌肉下即将喷涌而出的爆发力。这样的身材是要经过怎样的锻炼才能练就出来？我们不敢想象，锻炼一旦中断，变化是很明显的。但如果能陪家人过个好年，怎样都是值得的。俗话说，三天不练功，到头一场空。其实甄子丹大哥的锻炼一直没有放下，看看这一字马，柔韧性依旧不减当年啊。网友直呼50多岁还有这等功力，牛啊。那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血泪泪史，子丹大哥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一句真言，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。还有小编赠送的一句话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所以呢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幸福，还有为了想争当甄子丹女婿的奋斗小青年们，哈哈，加油！